啲 tips 各位男仔到底點樣可以追到自己心目中嘅夢中情人啊？其實咧，我覺得男仔咧最緊要出到嚟咧就係有風度啦，同埋女仔最憎男仔咧就係扮嘢啊，同埋好輕佻，俾人一種靠唔住嘅感覺。所以咧，盡量就要比較穩重少少，同埋有幽默感。主動啲都唔怕嘅，因為女仔咧就有時怕醜，唔敢咁主動啦。如果兩個都唔主動嘅話咧，咁可能就會好難發展到一個愛情故事出嚟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奉勸所有男仔就主動啲啦。